喜欢吗？好听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，也有人点播，然后我自己也突然想到，我曾经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，好好听的歌哦，叫做《叶子》，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，是一首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听的歌。可以静静的唱，静静的听。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想